肥沃的淤泥为油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20世纪50年代的兴化就有垛田油菜全国挂帅之誉。如今，垛田农业系统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 千岛之乡也在不经意间成了兴化最诱人的风景。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三四月间的兴化。 最美的一道风景就是这片碧水之上的千垛花田。20世纪90年代以来，垛田吸引了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的关注。一幅幅摄影佳作让兴化垛田之美名扬海内。